2019將年維杯國際青少年高爾夫球澳門公開賽16號晚在澳門皇冠假日酒店舉行歡迎晚宴，為7月17至19日的公開賽進行預熱。將年維杯邀請賽從2017年起已經連續3屆在澳門舉行。晚會現場主辦方為合作單位頒發傾力支持獎，感謝各單位對賽事的大力支持，同時亦為16號上午舉行的大師挑戰賽與親子配對賽中表現突出的球員及家庭頒發獎項。這次比賽匯聚了不同國家及地區的青少年高爾夫球手，他們將會分成6個組別，經過3輪角逐，最終產生出國組別的冠軍。